出球。好的，那我们在这边还要额外特别来欢迎由我们实践大学派对音乐社的同学来这边担任我们这次活动的 DJ。那他有几件事情想要提醒大家，第一件事情就是请大家不要使用闪光灯，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请不要在现场点播歌曲没有配好的歌单。那第三件事情呢，就是听耳机的时候不要超过30分钟，不然你会伤害耳朵。最后祝大家玩得尽兴。好，那我们再为一个掌声来谢谢我们的实践派对音乐社。好，那相信刚刚学务长有提到，就是需要换装时间，所以我们还有点时间，需要筹备一下。那我先来跟大家讲一段有趣的故事。在不远的未来，科技的发展越来越进步，那大家的需求就越来越难以满足。这个时候呢，商人总需要不断的想出新的点子来满足大家的胃口。这时候，伊甸园的试验这项东西就被发明。这个是什么东西？这是一项试验，它是一个模拟器，一个可以模拟未婚男女在婚后生活相处的。听起来是不是很酷啊？听起来觉得酷吗？未婚男女在结婚之后可以相处的方式，可以提前知道，这样就不用算命啦，对不对？所以想当然，这个东西一被推出来的时候，会不会风潮？大家都急着想要证明自己的爱情是真爱，但是可惜，感情这件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很多人在经过这场试验之后就分手，导致很多不好的结局。使得大家到后来都非常排斥，甚至害怕去面对这样的实验。只有极少数愿意相信自己的爱是真爱的人，才去敢接受这项挑战。那陈硕与宁馨这两位主角，就是我们极少数愿意挑战试验的男女主角。他们相信他们的爱是真爱，于是他们接受这个考验。那到了试验当天呢，他们来到了机器这边，那服务人员很亲切地请他们写下两封信。那这两封信，无论试验的结果是成功还是失败，他们有没有交往下去，或者是他们分手，都会在试验结束后的一个月送到了对方的手中。好的，那他们两个人就是写完了信啊，交给服务人员，他们就走进了机器，准备开始接受考验。那至于考验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呢？就留到之后的时间再来为大家继续说明啦。好的。接下来我的话就可以讲到这边结束啦。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第一支表演，大家期不期待啊？期待。好的，那就让我们来欢迎今晚的第一个节目 ，Let's Party。
Dreaming of